十大最佳香港商场体验行销大奖 APM。新鸿基地产旗舰商场 APM 是集团首个锁定年轻及深景年轻人士为消费对象的大型商场。商场从经营理念、设计格调、租户组合以至推广活动等都力求突破，贴紧市场，务求令商场更具吸引力，成为东九龙新地标。商场一直紧贴潮流趋势，对应目标客群的需要及口味，不断强化商户组合，引入首次登陆香港或九龙东的国际年轻潮流品牌。APM 更开创商场快闪店潮流，火拍超人气品牌，开设特色主题快闪店，为顾客带来新鲜感。商场每年都会举办过千项节目，包括多元化的主题推广活动、大型装饰布置、文化艺术展览、人气歌手及偶像签唱会、室内深宵市集等，为顾客提供日夜无间的玩乐享受。APM 持续优化设施及服务，例如引入电子商场资讯系统、储物柜及手提电话充电柜等。透过手机应用程式，商场推出多项购物优惠，更设有 Robot 商场大使，让顾客享受更便捷、更优越的购物体验。